尝一下。这个山寨一天秀是吗？有炸虾吗？炸鸡。OK。嗯、好好，我拍一下啊，我从这边关啊。那你现在没有？哎，没事啊，我已经买过了。嗯、鱼，然后那个然后有这个瓶子，恭喜发财，周总发财猫。有猪脚，那个猪脚，猪脚再来一份吧。再帮你 ，OK。家里鸡，猪脚，刚才没看到。再拍下去，你会一直全部买。嗯，没，刚才他那菜压着猪脚了。我比较喜欢吃那个。Okay, 我每次都喜欢吃那个猪脚。小猪排。嗯，刚才那个白菜压入了，所以没看到。然后豆腐肉，豆腐肉。荤素搭配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，嗯。两个菜啊，20块，老板谢谢，老板娘你在又去请会了啊。每天都有吗？哦，每天。下次见到他，拜托他。他那里有这个。这就是比较忙啊。你是他坚强的后盾吗？来，猪脚来了。好的。